放在上面就变成兔子小姐佩佩猪。Welcome to Luca's Little Toys。 你好，我叫李文，今天要玩这个佩佩猪火车哦。你们喜欢佩佩猪火车的话，就让我知道。这里我们有一个佩佩猪火车，这玩一个佩佩猪，一个 train， 一个红色地方，一个蓝色地方没带那个，所以这张视频只有个佩奇。我还要开火车和佩奇，吃吃吃吃。我开始打开吧。哦，我走到一个火车了。还有这网友佩奇和那个兔子小姐，这是兔子小姐，这是佩佩猪，放在上面就变成兔子小姐佩佩猪。所以我的豆子里面的看着我用是喵喵，这我不知道名字，放在旁边。还有佩奇，还有苏西羊，还有丹尼狗，还有这个兔子小姐。它要上学啦！真呀，现在开始走了。吃个吃吃，吃个吃个吃吃，吃个吃吃，还要去学校啦。哦哦，坏啦！哎呦，还记得咱们小时候好现在了。修修修修修修，还修好火车呢，还可以继续开。开始吃个吃个吃吃，吃个吃个吃吃，吃个吃吃。现在有弄干净，弄干净。现在是下午了，我捡小朋友们。对呀，回家吧。背到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走啦！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对，所以丹尼狗的家这里。佩奇的家很厉害啊，可以走这里。这是他的家，还有他的家也很近，在这里。太巧好了，现在我要回家了。谢谢收看，再见，拜拜。